德州古玩地摊啊，今天咱们继续逛一逛，看有没有什么收获。Let's go。还行，哎呦，张老板什么时候过来的？昨天过来的，俩少爷也过来了。行，哎，这有一瓶，我过去看看。遇见了张老板，老熟人，也来德州卖货呢。然后有这么一件100件的缠枝喜字牡丹纹啊，缠枝牡丹喜字吧，双狮耳，这么一个100件的瓶。他说没有毛病，是全品，我看是炸底。实际上啊，你看，没有。实际上这种，老古玩行啊，炸底都不算毛病，现在都算毛病了。这是先天的啊，有点小缩釉啊。然后，但是有一个特别好的出处啊，北京市文物公司库出的，这写着的啊，缠枝喜字勾连纹100件瓶，拿下。感谢张老板方告啊，客气。